绿油雅苑合共有988个单位，间隔的设计标榜实而不华，当中七成是两房设计。这一款两房示范单位实用面积达535平方尺，售价310万起。而一房细单位有449平方尺，最平大约是245万起。三房的大单位大约有76个，客厅和厨房各有一个露台，而浴室就设有企缸。大家可以看到厨房的基本设备大致上已经齐全，房协会除楼附送抽油烟机、橱柜和主食炉，而睡房和客厅的分体式冷气机亦都会包埋。房协预计申请反应热烈，会有10倍的超额认购，之后会用电脑抽出中签申请者，预料2月底会有结果，4月正式揀楼。房協又表示，正同銀行商討，希望可以為買家做到九成按揭。我哋希望都可以好似就以前其他嘅資助性房屋咁，例如我哋以前嘅住宅發售計劃同埋呢個夾心階層住屋計劃，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俾到一個保證銀行，然之銀行咧就盡量可以幫買家安排一個九成按揭。咁當然啦，能夠做到幾多成咧，咁都要睇翻自己買家個實際嘅供款能力。绿油雅苑以市价七折定价，对象是月入40000元或以下的家庭，设有5年转售限制，预料2015年落实，下星期五起接受申请，明年1月18日截止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周正文报道。